云和推出。接下来要欢迎的颁奖组合，全亚洲的少女们同游，四位花一般的男子，一起来掌声尖叫声欢迎他的 F4。大家好，我们是 S。有些人说我们不会唱歌，有一些人也说我们不会演戏，甚至有一些人觉得我们连话都不会说。所以我们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这个属于我们音乐人的盛会。而且我们坚决反对盗版。入围最佳编曲人奖入围的有静静的按下梁翘柏光之翼流年专辑图影月光 And Music is There 专辑嘿，猜是谁？得奖的人就是周杰伦。这一届金曲奖的颁奖礼呢，除了众歌手争夺各项大奖之外呢，也成为了台湾综艺主持人汇聚一堂的斗秀场。对啊，像阿雅、SOS 啊、范晓萱呢，这四个私交非常好的朋友，就以四姐妹的组合亮相。那小 S 呢，更是卖力宣传自己的新栏目。金曲奖呢，我们几个三姐妹呢，还有其他一些音乐界的朋友都觉得最大的遗珠之憾就是范晓萱。没错，我个人是觉得奖项这种东西是身外之物，只要我们大家都健康的活着，我们就可以一直延续音乐的生命力，而且还可以跟好姐妹一起合作，这才是最重要的。讲得好，但你真的是最大遗珠之憾。谢谢谢谢，我觉得我也是遗珠之憾。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很好笑。我真的觉得我是遗珠之憾，不要再讲了。好，所以大家跟我一起打拍子，想怎么打就打。干嘛打拍子？为什么打拍子啊？这个，我看吧，现在是金曲奖了。Yeah!
班就更会冷场，我觉得再怎么冷场也不会比 F4 冷场吧。你怎么这样讲啊？